不好抽欸，四分之一，三千，要不要抽到最后了吧？三千金币是怎样？喂、欸！啊！偷拳欸，哇塞，有够扯的，他这样偷拳打到我。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的时候 FIFA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抽一下新的幸运转盘啊。然后幸运转盘的部分，原本没有想要转台卡车，可后来呢，我发现呢，这台卡车是目前啊唯一会有车灯的卡车，我觉得蛮帅的，所以今天来抽抽看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背包，新的背包的部分呢，它是有三段式嘛。然后看起来有点像未来科学背包，也很帅。它时空弯曲，然后怪卡的话是叫穿越虫洞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台车呢，目前是 FIFA 的卡车里面唯一有车灯的，而且是会闪烁的。所以我想一想，还是抽一下好了，因为我还蛮常开卡车的，就是在玩观众场的时候。然后它这边的话可以选择两样不要的东西，你把它选掉。因为枪我都有了啦，这两个枪我都有抽到啦，一个是街头暴动嘛，另外一台就是。嘲讽什么的，就是 V 冲嘛，这两个会把它取消掉。好，哎、欸，按错键，哎、欸，取消了吗 ？OK， 取消掉。好，第一抽的话是九钻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看一下几钻可以中啊。好，第一抽没中，我们直接第二抽，我们就看几抽就好了，因为它的钻石越加越多。没有，我觉得观众又会说他一抽就中了。没有，越加越多了，199赚了。角色卡，角色卡还可以啦，四级卡。哇，这个感觉上不好抽欸，四分之一，三千，要不要抽到最后了吧？三千金币是怎样？哎呦，好，各位，看来我要保底了。其实我有心理准备啦。哇塞，左蓝。果然车子到最后才中啊，时空弯曲有了，好，卡车直接拿到了。这样子我总共花多少？原本是4059嘛，大概减掉2020 1207，现在是1207，所以是2852赚，好吧 ，OK 啦，2800多赚有两个我要的东西还蛮重要的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下背包啊，为什么要抽这个背包？是因为它很像之后一拳超人要出那个杰洛斯。他后杰洛斯他其实就是生化人嘛，以后这可以搭杰洛斯应该蛮帅的，而且这颜色都黑色的，这个应该蛮帅的。好，总之来讲，这个背包我觉得可以，这样的价钱来讲，一个平均1000多钻。再来卡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卡车是有灯怎么样？其他卡车其实没有灯，所以说为什么这还要抽？是因为如果你喜欢开怪卡，然后你们看到车子有灯的其实不多啊，然后怪卡的部分呢，就是现在新的这台有这个车灯，而且它有一个。加速的一个线有没有在后面？好啦，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好，这叫训练岛，我直接拿背包给你们看，超级帅啊，根本就是个外星推进器啊。OK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而且这个一点点挡视线，不会像翅膀背包那种挡视线啊。它这个其实就上面两个尖尖而已。OK， 然后我之后再测测看呢，在玩游戏的时候会不会被敌人发现？那我们来找一下有没有怪卡吧。哎、欸，有其他玩家，有在开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怪卡哎、欸，有在，有在喷射，没有怪卡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被开走了吗？我找一下怪卡在哪里，想要看到新的涂装哎，应该是被人家开走吧。哎、欸，没看到怪卡。我觉得水流两轮车其实很棒啊，为什么绝命大侠不沿用以前的车子？这台车超棒的啊，因为新的车子它前面太尖了，有时候呢，你如果飞太快或之类，你掉下来的时候它会卡住。OK， 找不到怪卡，找不到怪卡哎、欸，这没什么玩家，玩家跑掉啊，没有怪卡，没有怪卡。好吧，算了，
就先这样吧。之后如果有怪卡的话呢，我再开给大家看。好的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直播的精华影片啊，就是跟雅思组队打团队突袭，然后差一点点呢就要 GG 了，而且有一个恐龙，他竟然可以空拳直接打宝塔里面的我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发生什么状况吧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人？你该不会这么两个吧？有啊，还没进来吧？哦、oh, ，OK， 好来，哎、欸，两个日文玩家，两位日文玩家。嗨，我刚西马西达，这样好像很多外国玩家的名称呢。嗨，我泰国、日文、韩文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ですか？先生，やめて，やめて。你还好吗？先生，お兄ちゃん。等下雅思的台会被关掉哦。各位习惯就好了，因为这雅思台就是对习惯就好。情色台，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有点黄黄又涩涩又懒懒的，忧郁又黄黄。哎、欸，他们残血了，快！残血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我这。哎、欸，我被乌鸦打到了。加油，亚美得！哎、欸，我打不到他们嘞，又没有伤害，真的假的？又没有伤害，伤害没了。我在原就又没打到伤害嘞。没关系啊，雅思。核弹丢出去有伤害，枪打就没有伤害。雅思，你要习惯，超不讲武德。好吧，游戏不讲武德啊，这游戏不讲武德、啊，这就是人生，不讲武德的游戏。不讲武德，很多人都说团队啊，那都打团队，为什么不打经典？经典偶尔也可以玩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经典的，打太久了。他觉得经典不讲武德啊，会经典不讲武德啊，因为有第二组人马出现，所以大家都不打了，会不会这样？有可能，有这个可能性。对，啊，有些人是打排位，左边哦，停来喽。好，停在我这，我楼上，我走楼上。他们有可能走楼上了、欸。没有，这边没人呢、欸。找一个。哎、欸，多少色？多少色？我打倒一个，只有三个来。哎、欸，雅思，哎、欸，我打倒一个了、啊欸。我打倒一个，我瞬间，哎、欸，都在我这啊、哦，后面、啊，后面都在我这啊，我先四次、欸。没有没有。好，来，来 ，Victor， 防弹衣、头盔、凝胶手榴弹，好。人生就是这样子，不讲武德就是这样子。大家都团队或团队排位，大部分都是哎、欸，哇塞，难怪今天没有人，难怪今天双人都没什么人，多人跟单人比较多人。还有已经玩传说了，玩传说了，我不玩了，都不讲武德这样。传说的比较讲武德吧？有吗？他不确定，他们家楼上。哎、欸，又被偷！哇！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！我被偷了！这就是人生啊，拿铁！鸟巢，我要把你禁言哦！不要啦！哇！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这就是人生啊，按个赞！可以！要被黄标了！被黄标，雅思台很快就不见了，大家默哀一下吧，各位。可能是雅思之后就开台了。妈呀、欸！不要诅咒我的台，要被黄标了。那你讲这奇怪的话，我只有讲人生啊，我没有讲什么啊。我刚才讲人生就对了。对，这就是人生啊。你玩那个藍眼？雅、欸、思台不会听你吗？每天讲这句话，你不会觉得很烦吗？不会啊，我的观众很喜欢我讲这些、欸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重点是你每次就会讲一声。对啊，就讲一声啊。我上次看你直播就听到这句话，我就先关掉好了，因为雅思现在只会讲这句话。右边两只，上面又没倒，可恶。敌人来抓喽！喂！啊！扣拳呢、欸？哇塞，有够扯的！他这样扣拳打到我，哎、欸、呀，是靠你了。所以这边我这边我这边有两个恐龙啊，你没有看到人吗？我这里啊。刚刚有一个要抓你，我帮你把他，我打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你后面。啊，靠你啦！一枝独秀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有一个队友，一个队友陪你，一个队友陪你。Double kill， 加油！剩我这边两只，在我这个点，你看我这个点，我这个点有一只恐龙。我看到一只了。我的点有一只恐龙。为什么队友倒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我走了。靠你啦，慢慢打没关系。我终于可以帮你按赞了。右边。
哎、欸，逮到！小心哦、喔！箱子后，哎、欸，箱子后，你爆屁哦、喔！刚刚他在干那个矮箱后面，我看到你的宠物在跳，他跳得很开心，他说这就是人生吧？不是啊，他说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关麦吗？烦死！欸、他故意给你打，他故意给你打，他在给我打吗？啊、他刚没有，他刚没有收我、啊，他就直接蹲到我旁边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他只是嗨嗨，没有他没有嗨，他就是在旁边。啊，他在旁边，不然在干嘛？跳祈祷舞，跳祈祷舞。他想要召唤神之拿铁，类似这样的。哦，这样这样，召唤神之拿铁就是在旁边跳祈祷舞、哦。为什么地上有强心针啊？欸哦，我买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哦，可能是我买，我刚才捡到，然后多的丢的。对，帮我狙击哦。小心狙击哦！观众说：“哎、欸欸欸，好痛！”有狙击哦，一点呢、欸？哎、欸，跟我走同一边哦。没有，我没跟你走同一边，谁跟你走同一边？我也是走这里、欸。没有意外。少一个哦。哎，不要激动啊！搞两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哇，楼下有一只，楼下有一只。等等，我没血。有办法救你吗？没办法，他在我旁边。什么位置？就楼下。你的位置？我楼下，我旁边的，正旁边的，就正旁边的、啊。对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会被发现。对啊，有一个狙击在上面。他在旁边跳祈祷舞。正他、啊，他就在我旁边，要记得哦。你先冷静，你先冷静。他好像发现你了，哎、欸，他把我收掉了。他有强心针哦，注意哦。然后他有那个 C 罗，就在楼下了，不一定要收他啦，可以三个人，怎样？看能不能包夹之类的。他在灵胶位置，是不是？我看到灵胶附近，哎、啊，看到了，对，手袋。没有，没有手袋。这就是人生。他拿什么枪？远狙，连狙，光打不枪。他倒。他可能捡我的枪。啊，队友没有打啦！啊，队友还空拳打啦！队友怎么坏？队友，你真的这样？你这个小坏蛋！对啊，这样不好吧，队友？而且他空拳刚刚打一拳九滴，好低哦、喔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上一场被恐龙打了，那个地方现在打到超扯的。你知道我在保、那個、我在塔里面，他在塔外面，他空拳打到我，哎，这游戏的设定。哦，那个又是远距离的那个啊。远距离的空拳射程、对啊，他那个射程打超远哎、欸，竟然可以打到。你要走左边吧，那我走右边了、啊。好，我走左边，我走左边。好，右边我守一下。有一只，哎、欸，有一只过来了。等等，我马上到哦。我看到敌人哦。我收掉一只从右边过来。注意哦，偷袭的时候注意哦。这可以救吗？剩一只，我来了。收掉。来。Nice。收掉。手底啊！我们国还是要分开。雅思有打过传说吗？传说，我不太会打传说。雅思怎么刚刚为了看直播，三岁跟五岁的两个小孩超快速吃完饭，连三岁都变铁粉，怎么回事？好可爱哦！不太好吧？我会讲一些黄色的呢、啊，这样子爸爸可能要去旁边注意一下。对，可能雅思之后会讲的很隐晦啊。雅思之后变黄标、哦，小朋友就不能看。哎、欸，有多个强心针呢？你要走哪边？有我买的，我走右边，我守右边。避免右边有人绕路，啊，你们就左边，啊，右边有人来，我会跟你讲。我没看到人。哎、欸，两个队友，哇塞！ First blood. 我一直被偷。敌人在他们家的角角。我这边右侧有一只，所以那边最多两。你打保守一点，因为我现在有一只在上面。我在守，我没有偷。哎、欸，我这边两只了，我知道，我好像我没办法过去帮你哦、喔，因为现在有一只恐龙会偷打我。好，我会帮你。
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快到了，在哪边？在这里。Nice， 还有一只在我另外一边墙后，来了来了。哎、欸，不用救我，你收他，我强心针。还有一只在后面。等一下，我荡掉，画面荡掉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剩一只恐龙。对，剩一只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只恐龙是好人。真的吗？他刚没有收我，他人很好哎。好、oh, ，OK， 那我让我们确认一下。他是拿远程的哦，我刚刚他拿远程的。哎、欸，他在斜坡那边。等等，你慢慢慢慢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把引过来，把引过来，保守一点。我们最后一场，我看到他了。他丢手弹。我知道。他上去了。慢慢慢慢慢，哦，他倒了，收掉吧。OK OK， 拜文正，感谢。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刚刚那只恐龙让一场了，谢谢啊。他刚刚故意给你打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了，感谢你啊，感谢，感谢兄弟，兄弟你讲武德啊。讲武德，你是讲武德的人，难得遇到一个讲武德的，好不好？难得遇到一个讲武德的，我真的非常敬佩有讲武德的年轻人。现在年轻人讲武德。好，我们的两个日文朋友呢？日文朋友加油啦！加油加油，可以的。好的，看完今天影片呢，大家之后要小心空拳流啊，因为空拳有时候真的打蛮远的，远到你会吓到啊，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小心。好，今天的游戏就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些影片的话呢，可以把你喜欢持续订阅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朋友，后面有一句叫 FIFA 攻略的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尼频道，甚至我推取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拿铁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拜拜。